肚子有点痛啊，肚子有点痛。我现在看到一个椭圆形的一个东西，就像那个我们大街上看到那个水泥车啊，水泥车一个脏水泥的那种大车啊，一个鼓鼓的肚子啊，一个鼓鼓的肚子啊，鼓鼓的肚子啊，那个水泥车啊，必须要不停的要旋转，不停的旋转的话，才能不把水泥积压在里边啊，积冻在里边啊，如果说不旋转就积在里边了啊，就坏掉了啊，所以一定要旋转啊，这种东西啊。然后呢，现在那有一种东西，有一种转子也是，粘好开的，一定要旋转的啊，不旋转是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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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不旋转是不行的，不旋转是不行的啊，所以一定要旋转，一定要旋转啊，所以那个转子啊，在不停的转，有一种类型的啊，有一种类型的啊，但不是所有的，其中有一种类型就是这样子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